大家好，我是身高190，今天带大家去吃的是成都交大路上，也是成都最大的一家羊肉串，新疆天山大盘鸡。走，跟着我进去戳一下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品，鸡腿、羊腰子、羊肉串儿、油爆腰子，这个有点巴适哈。这边是羊排。对吧，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家羊肉串的羊肉串，好不好？他们家羊肉串因为是从新鲜羊肉上头割下来的，它吃起就不像其他那些羊肉串煨过的软绵绵的那种感觉，是很有嚼劲的，就是羊肉在嘴巴头啊嚼起特别有嚼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整一下我们家大盘鸡，看味道如何哈。吃起就是像我们平时屋头土豆烧排骨的味道，但后头还多了洋葱跟那个就是红颜色黑暗椒的那种香味，吃起来是比较好吃的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我给它90分。为啥子少给10分呢？有些偏的地方光线不是很好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现在很晚了，我要打车回家了。喜欢的关注。